Hello， 武安，大家好。现在呢已经是下午四点了。等下呢，大勇就会跟他的女朋友还有邦正一起过来机场。不过这次他好像有很多拍摄要做，他还没有来就已经叫我们准备好道具，所以现在我要去买我的校衣跟校裤。小一号是买给 Dennis 的。我也想像你这样每个星期上短片的。他已经变了，他今天风格变了。我也不懂几时开始变的。Hello， 大嫂。嗨。怎样？还好吗？最近？不错。GG， 现在下雨了，等下不能拍户外的东西，只能拍室内的东西。Hi Nikki。Hey，Daddy。Hamster， 早安！现在差不多九点，先开始吃先，过才拍。Okay. 我硬硬硬可以转。看我的胸毛美吗？美，很美，我知道。所以请大家要支持我的这个校园的微电影哈。叫什么？那你在上半年庆祝情人节，下半年就给我们庆祝光棍节。啊，对，一下了。Action。可以跟女朋友一起这样拍摄，根本就是一种梦啊！哎 ，Good day，Good day， 找到了，在啊，找到了。这个录音的东西录到一半掉去，它上面的毛毛，所以现在要去拿备份出来用。拍摄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忘记东西，或者突然间要回家带东西，因为需要再驾回去一趟，很麻烦。BG 有人在割草，这样子这样拍，又在遇到意外啊！刚刚好就这一天割草，所以我们现在拍那些没有收音的东西先啊。Action！ 哎，大勇的粉丝 ，One Go！ 你们敢不敢玩一个游戏？玩猫，玩猫，玩猫！但是你要做什么？拍哟，拍戏哟。辛苦哦，你看呢，一点点。Roll， 现在来这里。Action， 妈的又有车。我们 try to 换一个地方拍啊，不过这些潜潮的人越走越靠近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。我们暂时先去吃，过等下再回来拍，希望他们捡好了。我们刚刚收拾完要去吃的时候，他们又突然间割好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继续拍了。Action， 你们敢不敢玩一个游戏？有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怎么叫你黄棍？我姓黄的吗？黄啊！我妈妈来看我工作吗？还没输，我还卡有啊，我卡无输。要洗破了啦！啊，洗破了，爱去休息啊，爱蹲新厝啊，去大勇诶。我们的美女雪燕终于到了 ，Hello， 雪燕。刚才开一个箱都会滑到手，什么逻辑？你知道很好笑吗？我笑这个椅子曾经坐过很多对情侣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1月1号要到了，哎，再来一次。他刚才不是忘台词，他是忘别位。这里的画面本来很美啊。直到我拍到这个东西。曾经，我们这些单身的算好，一年
只有三四十万是什么？啊，叫我叫出声哦，好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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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老师，老师，我每次都会跟一个女生讲很多笑话，她听了都会笑。那么你觉得那天我该去收尸？那么你觉得那天我该一起去收尸？去收尸什么？哎呀，不要换了，换了吧，不要。一月十一号的时候有大促销，就是所谓的购物狂欢节，你们就可以趁这个时候买礼物送给你们喜欢的人了喽。这里什么都有卖，不要担心不懂。要买什么 ？OK， 哇，够长了，这个还是内妈上镜。可是天猫不是中国的咩？我们买东西能够进来马来西亚的嘛？因为我姓黄的吗？我觉得可以了。今天拍到两点半，差不多要三点了。因为刚才这位朋友一直 NG， 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终于熬过来啦，我们终于可以睡觉啦。晚安大家，晚安 Dennis， 晚安班正。今天也会继续拍摄，我们的女神终于到了，虽然迟了两个小时，不过还是到了，跟以往一样。今天我们的 Nikki 穿校衣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Hi。OK， 好了。就这样。啊，你随便跟他讲话了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三二一 ，Action！ 对 ，OK 的，OK 的，OK， 很难得可以遇到一个很喜欢玩中国象棋的女孩子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拍打架，在雨中打架，刚好下雨，我们大勇就利用了这个雨。那个两个撑伞好恩爱哦。快说你要讲，我怎么样？再说前面讲我。讲你什么？两个两个只冲一次凉。哎，够了够了，不要打了，大家都是 brother， 你怎么要跪打滚？哇，这里它的雨越下越大，越来越深，全部都很怕死火，在那边慢慢走。你可以 feel 到那个脚板那边有水在滚动啊！我们终于到了，我们还以为不能到了。现在我会去面一个本地艺人，他是歌手来的，他叫汉杰。因为他有找我帮他拍一支 MV， 所以要跟他谈看看那个 MV 的画面我拍得出吗？左到这里又再遇到这个人，哇，但是他海报很像欢雀哦，不一样啊。Hello， 很多路他本来能走，变不能走去，变成你要绕绕了又不能走，所以用了很久了呀，不好意思啊。要紧，啊、我也是塞，也是很塞。还有吗？关了。哦，关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有个没有了、哦、好，谢谢你。他的 ice cream 那里。哦，刷豆豆。McDonald 还有开耶，这个时候好感动，我有的吃雪糕啊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们刚刚从猫出来，那时候雨还没有停，从早上下到现在都还没有停。我好心的路人借我们雨伞，让我去拿车，过后我就可以驾车过来。我们有灯了，有灯。他直接驾倒返回来哦，他放弃了。你看，还是有人要晕过，你看有人还要晕过。旁边这辆车也给我闪回去啊，全部一个两个不敢过啊，怎么办？现在我们驾反路回去。很少机会加反路哇、哦！你看前面这里，你看旁边这里，你看邦正在睡觉。我们在水上。怎样？你睡了？我们有灯了，继续走，希望没有遇到淹水，希望没有遇到淹水。邦正，到了，我们安全回到家了，邦正。我要拍人家车坏、车祸、撞树，什么都有啊，你们看。现在2:34，我们去拍第一幕。第一幕是需要我跑过大勇坐在后车厢那边拍我。昨天的淹水把我的车牌冲掉了，我车牌不进去了。我们 try 到 try 速度咯，看这样子 OK 咯。OK OK。OK， 应该是有捕捉的。
来当道具的狗粮，猜看给谁吃的？哪个比较好？这个比较有画面呢。你这个呢？Action！ 啊，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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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来回啊！下雨过后直接掉这样啊！这个巨车，我车 ，Oh no！ 好惨啊！天灾后，哇！哇，整个凸起来啊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我们早餐没有吃，现在下午六点了。对，我们吃都是这样子顶着先的。嗯，比较省时间，这样才能拍出更快的作品。你是想带我们拍很慢啊？因为我一定要越扩越好，不然很假。刚才上镜转端大勇的那个麦。大勇，我肚子很饿哎。这太多了呀！为什么给我狗尿 ？OK。Two one action。因为你是单身狗吗？因为你是单身狗吗？ Clarence 的 ice cream 掉在地上。No！ 现在要拿这些狗粮去喂狗狗。狗狗呢？狗狗。哇！这边的泥土累积要这样多。我看那边。Basement car park 淹水。哇！如果这是游泳池。变游泳池去啊！跟你们介绍我的妹妹，你们可以叫她上镜的妹妹。我们几久没有一起出来吃东西啊？算年了是吧？拜拜。现在我们在补音，因为那个音有问题。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？其他人都睡了，所以只剩我跟大勇来吃。希望有一天我们飞了，你们还是会喜欢我们。已经变成早餐去了，没有得吃普通的 burger。Morning， 哎，醒了，哎 ，Hello， 林湘锦，哦 ，Hi，Dennis， 糯米，糯米，最好，我的哥，比上镜的广告还好啊。情人节、西方情人节、白色情人节、黑色情人节、玫瑰情人节、新闻情人节、一色就是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我们是 brother。耶，杀气。彤彤终于到了，就这么巧，我跟大勇还没有吃完的时候，彤彤就到了，刚好我跟彤彤拿刀柄回大家，在瞧他才行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跟大勇刚刚好在那边吃，大勇，大勇在里面，上镜没有来啦，其实是我啊，拍vlog，拜拜。